下，是我，是你在那边弄门啦。珊珊，你那两对目睭安红起起，你们着规暗拢无睏啊？我嘛想要睏，红过之后目睭开起来就睏袂起，我嘛毋知要安怎。要食物件无？我嘛想要倒去。我替你甲食的摕去楼顶予你。那安尼，你着准备予阮妈佮嫂嫂烤食。免啦。珊珊，大嫂，你免甲我苦劝啊。你敢知影，我从回来到即马，拢一直倒伫眠床顶，想起足侪过去的代志，想起阮妈安怎感谢伫遐，安怎欺负你甲大兄，安怎好大妈出去，安怎讲叫阿妈甲爸，啊，佮有莫想遐个，啊，佮有安怎对付玉姐，安怎说我嘴皮。啊，毋过我想想个。既然想把阮妈的优点，至少你妈真爱你，还佮有志文啊。而且自我隔离到即马，阿姨一直有咧改变，嘛一直咧进步。进步无外久就佮退步啊！你遐拄离婚的时阵，我有看到阮妈的唔甘，伊嘛咧反省家己，而且嘛是安尼讲的。啊，不过代志过啊，伊就搁变成原本的家己。伊看到你遐艰苦，会反省，那安尼我呢？是安怎我的目屎袂予伊清醒？还是讲我嘛爱像你遐同款，听伊的安排，一直跟我离婚，伊才会知影应该予我家己做选择。伊想的无一定是对的。搁予伊一点仔时间。无时间啊，我等袂落去。我为回来到即马，我愈想愈悲哀，我根本无想要回来，搁较无想要看到阮妈。我若是搁踮伫即个家哦，我真正若搁安尼落去哦，我无法度喘气。袂当安尼想，大嫂，你替我甲大兄讲，叫伊甲爸参详，放我出去好不好？我毋是咧意气用事，我想要一个人冷静，我需要想看卖，刷落来人生要安怎行才行落去。我袂当安尼做。那是，你讲要替我揢物件开，我着惊你去用讲话，啊，若毋无收着，我叫大兄甲爸参详，会对厝内造成搁较大个影响。我毋是因为安尼才拒绝你的，珊珊，我捌甲你讲过，讲话着爱互别人听会入去。阿姨毋听你讲话，你着爱想办法甲伊参详。你爱爸放你出去，你着爱互伊看到你的决心。我毋是要甲你斗相共，我是希望你会当因为即件代志，搁较学会晓哪去面对问题，嘛有勇气去打拼去做家己想要做的决定。爸，敢袂听我讲话？只要你好好啊讲，我相信爸一定听会入去的。啊，不过你敢想清楚啊？我想清楚。好，那你跟我落去。爸食饭，爸即马伫个客厅，阿姨甲妍希嘛伫。青龙，您咖啡啦。哦，谢谢。啊，珊珊姐，哪会无看伊在食饭？当你张啦，哪会枵？张嘛会枵啊，去啦，叫伊在食饭。嘉云去叫我啦。青龙，珊珊因为郑永健的代志，甲我去圣地，你阁遐尼信伊，无怪查某囝我管袂叮当。啊，这问我无信，你敢管你行？你家己好好想看卖。甲查某囝参详代志的方式，已经毋是囡仔，你莫别项代志拢有逼的，莫怪哦。伊即马个性哦，甲你愈来愈共啦。伊的个性哪有我好啊？
啊，对啦，我有叫妍希介绍对象，伊有找几个条件袂歹的，你要看卖无？哦，看起来你这款妍希吼，倒真了袂歹吼。爸，我知影阿英是为着珊珊设想，这条予我收着阮爸的心情，所以我有跟几个爷条件袂歹的医生予阿姨看。不要紧啦，珊珊好就好。嗯。 即马哦，就算介绍英国皇室的王子给伊，伊嘛讲唔好啦。我看吼、哦，等伊想较开，心情才好，才豆豆介绍给伊识识啦。找对象这种代志，本来就要豆豆来，袂当挂啦。唔免麻烦。 嫂嫂，多谢你的好意。 你若是有拣到适合的对象，就留来家己用，免替阮麻烦咯。珊珊啊，恁李嫂嘛是对你好，我唔通来讲。爸，我只是想要老实讲，我希望我的感情甲我的人生，拢是由我家己做主，唔是靠别人来替我做选择。嫂嫂的心意，我有感受到。好啦。 阿姨，那呢我甲遐医生讲一声歹势，唔免啦，你要家己选定，迄颗金永健比啥物佫较不如啦，你唔着看你家己选的是啥物，你选的敢会予人放心？我大汉啦，会当家己承担。莫管遐尔好听啦，你甘蔗汤匙出事的啦，唔捌食过苦啦，你会承担啥？ 巴肚还阁去食饭，无爱食，阁去你继续丢啦。当然啊，嘛，互你去啊，算嘛算过啊。算落来，我无可能互你安尼学袂来啊。妈，我的感情对你来讲，敢若是安尼？啊，若无是安怎？敢讲啊，俄罗斯牛郎织女，还是神雕侠侣？明珠啊，你敢无需要安尼考试家己的查某囝？ 无你来啊！我看你外后甲查某囝参详啊，伊就是看你转来啊，才想要叫你主持公道啦。珊珊啊，你坐。有啥话，就甲爸讲，不要紧。 爸，我想要搬出去。你要做法啊？你做，好啦。珊珊啊，你知影你家己咧讲啥无？我想了就真错。你和爸刚捌就讲，你即摆是咧意气用事。我知你安尼想，啊，毋过我毋是。 我伫房间倒真久，困袂去，甲厝内底足侪代志拢想过一摆，我真确定，我无法度搁忍受妈。伊的观念，甲伊做代志的方式，我拢无法度接受。你真贤呢，倒位恁爸才来。啊，毋过有一件代志，妈讲的是事实，迄就是我所有的一切。 食的、用的、户头的钱，恁家的事，拢是厝内户外的，无怪妈会把我的人生当作是伊的。所以，我若是搁踮伫这个厝内，伊就会继续安尼想，所以我袂用钱。那安尼，我就会当脱离这个束缚。你甲我点去？我是倒位对你唔好，倒位亏待你，你要讲这话？ 你对我真好，啊，不过不是我要爱。我知影你袂改变，所以就让我来做改变。我不准你出去！阿姨，好好甲珊珊讲，伊是都爱甲你参详代志。是你叫珊珊落来哦？是，我是认为有代志，就要甲话讲个清楚。你无爱替阿姨甲珊珊口讲。
你搁叫珊珊落来乱，你是无看到阿姨为着珊珊的代志外烦恼？就是有你来使人，珊珊甲阿爷感情才会安尼拍歹。即摆使人的人是谁啊？你当然要讲是我，吴佳宇，当然是你。 我警告你几啊摆啊，叫你莫插我这帮的代志，你若唔听，你若无去看恁大姐甲二姐，因为你插手伊感情的代志，倒一个人得着幸福。你别管，就管你后头找的代志就好，莫管我为查某囝才来啦。你若唔听，我会叫你大家互我一个交代，恁大家若唔插我。 我袂去大陆，到你爸母听啦，问你爸母，是不是你自细汉就甲坚持到底啦？阿姨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讲伊家暴。妈，你干那么样的卑鄙？讲道理哪会是卑鄙？你扛袂住，就要用人的爸爸妈妈来甲人威胁。 你对永贞是安尼，你对大嫂嘛是安尼，是不是无安尼做，你就无法度甲人参详代志？还是讲你只是爱别人听你的？好，够有啊，手段，不管是非后辈，你若无爱我安尼做，你个老弟出来面，我挡袂牢。爸，你有看到好？ 妈连在你的面头前，拢会当安尼对待我甲大嫂，你无在的时阵，伊的手头更加粗残，我无法度跟妈做伙生活。爸，我拜托你，让我出去。 你无伫的时阵，伊的手头更加粗残。我无法度搁甲妈做伙生活。爸，我拜托你，让我出去。爸，问你啦，我若互你出去，你搁倒转来？我会冷静一下，喘一口气，就有迄个勇气，搁来面对这个家。 你若给我，你若硬把我留住的，啊，我若是走出去，我就永远拢无想要回来啊！爸，即马这个家，只有你会当救我，我拜托你啦！珊珊，快，爸，毋是甲你讲过啊，永贞的代志，我会斗三工处理。 我去找永贞，你敢毋肯等？就算永贞的代志解决，妈妈有可能会补其他的代志。应该爱解决的，是妈的观念。只有让我出去喘一口气，妈才有机会改变伊的观念。珊珊，你也想清楚，离开这个家以后，真多代志。 爱你家己面对，从基本的就是你的生活，你敢有法度？我再问你一次，你敢真正决定要安尼做？我已经决定了，我嘛感谢妈，让我有面对一切勇气。 你拢缀我去。珊珊啊，恁妈有你的时阵，我去陪拜拜，妈祖立作遗物，庙的主持嘛讲，你是圣庙四海千金，不用安尼，爸爸就一直把你当作千金来听。 是恁两个阿兄的时阵，爸需要较回应，无时间陪伴因。你出事了，爸需要较稳定，所以三姨仔来对陪你的时间上多。嘛，先回你。
爸爸就要开始讲学习安怎做一个好的爸爸。珊珊啊，今日你要搬出去，爸心内总唔甘的。俺母哩真无简单，你会讲爱爸温顺，才会搬出去。青牛。珊珊啊，你这个搬出去，唔知当时才当回来。大家看你袂着，会足烦恼的。即摆会当做的，是爸找你来讲妈听。林姓庙，林公妈，请我照顾你，保庇你。感谢圣母慈悲，让我生伫咧林家。自细汉，都唔知烦恼是啥，等到好大家，常常替我烦恼。感谢你，你真正给我上好的安排。公妈在上，我是珊珊。自细汉互恁看到大汉的珊珊，为今仔开始，我要暂时离开这个家，因为我知影，只有离开这个家，我才会当真正大汉。我即个离开这个家，唔是咧加上激气，是为着以后。会当欢欢喜喜回来这个家，我嘛相信你绝对会谅解，因为咱是一家人，一家人永远袂分开。阿妈妈讲过一句话，若是找袂到继续落去的理由，那安尼就找一个重新开始的理由。希望这句话，大家拢会当记伫咧心内。感谢你。你拢有听到吼？我无听到。你支持我，相信我。爸爸一直拢相信你，但我这届，爸无爸讲，我做的决定到底是对还是唔对？我会让你知影，你做的决定是对。大嫂。多谢你，珊珊，出去外面，麻烦代志拢要注意哦。喂，嫂嫂，希望我出去以后，你会当好好跟大嫂相处。阮恁弟相处了真好啊，以后嘛同款。妈，有话阁留落来讲，啊若无阁莫讲。爸，我要出去了。爸，等你回来。我外口若拄到什么困难，
无法度解决的代志，随时转来，知影无？ 谢谢。